加元1.2432，澳元0.7986，港元7.8095。轉靠港元匯價，每百日元7.0559，歐元9.1746，英磅10.2562，瑞士法郎8.0593。加元6.2798，澳元6.2367，新西蘭元5.865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4。原油價格升至兩個月以嚟最高，重上200天平均線，每月原油接近每桶50美元。交易員話：油價受到補倉支持，紐約期油以每桶49.71美元收市，升67美仙，升幅近1.4%。倫敦期油收市報52.52美元，升1.03美元，升幅2%。總結今個禮拜，紐約期油升8.6%，係舊年10月以嚟升幅最大嘅一星期。倫敦期油升9.3%。美國第二季經濟增長加快，符合市場預期。期內增長加快至2.6%，但第一季增幅下調至1.2%，係一年以來最低。總結上半年，經濟增長1.9%。分析認為，數據反映美國第一季經濟增長弱勢，只係暫時性。隨著第二季經濟增長加快，加上勞動力市場仍然緊張，有助促使聯儲局最快九月宣布縮減資產負債表。並且在年底前實行今年第三次加息。密歇根大學消費者情緒指數今個月中值跌到去93.4，但仍然略高過市場預期。歐洲股市下挫，英草股受壓，倫敦和巴黎股市都是跌1%。倫敦富時100指數跌74點，巴黎股市跌55點，德國股市跌49點。美國國庫債券價格上升，勞工成本升幅少過市場預期，加強市場對通貨膨脹會維持低水平的看法，有助資金流入債市。兩年期國債孳息率報1.351%，十年期報2.29%，三十年期長債報2.894%。金價觸及六星期以來的高位，美國經濟增長加快，不過通貨膨脹低過預期，影響加息預期是降溫，同埋北韓試射導彈都促使資金流入金市。紐約十月份期金以每安士1271.9美元收市，升8.7美元。倫敦黃金賣出價報1269.75美元。睇其他嘅消息，膠袋用完即棄唔環保。英國倫敦一個讀設計嘅學生就發揮創意，自製咗一部機器，能夠將廢棄嘅膠袋變成滑板。林春呢度環保妙計嘅22歲學生奈特，為用完即棄膠袋賦予第二次嘅生命。佢成功自製一部壓模機，將膠袋轉化成為滑板。到底要幾多個膠袋先足夠製成一塊滑板？佢話總共要1500個。工序亦都一啲都唔簡單，要先將膠袋撕碎，加熱融化，變成好似泥膠咁嘅膠粒。You take the shredded material, you load it into the mold. The base of the mold heats up to about 200 degrees. It takes about between an hour and 2 hours to melt. And then, yeah, you just leave it to set. It takes about 3 hours to set. 再經打磨就變成製成品，花紋好似大理石，外形夠曬獨特，但以物料嘅強度同硬度計算，又算唔算係一塊上乘嘅滑板呢？奈特本身不懂得玩滑板，他就等倫敦街頭的板仔試玩，估不到評價都不錯。They like the flexibility because it means you can sort of jump high. 奈特希望透過等年輕人免費用這部壓模機自製滑板，鼓勵他們回收膠袋，亦都打算提供網上教學。塑膠垃圾不單止是令堆填區飽和的元兇，亦都污染海洋。奈特憑著個人力量為減輕環境問題踏出一步。無線電視記者周志玲報道。跟著社評摘要，交俾你阿張文彩。好啊，大公報社評，運輸及房屋局最新數字顯示，截至6月底止，未來3到4年一手私人住宅供應量有98000個單位，再創紀錄新高。
相當於平均每年供應量高達28,000個單位，已經翻返去上世紀90年代供應高峰水平。只要當局持之以恆，加力開拓住宅發展用地，保持穩定供應，樓市供求有望逐步走向均衡狀態。經濟部社評：本港未來一手樓潛在供應量增至98,000伙嘅新高，睇自政府增加土地供應就後，但樓價因為咁下調就言之尚早，因為數據存在一定嘅水分，未來樓價走勢仲要睇本港經濟同外圍因素。星島日報社論：要穩住樓價不致飆升，治本之道是做好供求平衡。樓價上升的原因除了實際需求，還有政府穩地起屋難的公眾觀感。當局種種開拓土地計劃，縱使未能夠即時變出房屋，但有助改變市場生理預期。當大家覺得供應會源源不絕，對樓市就會起到降溫的效果。天气方面，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预测大致天晴，日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酷热同埋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之后一两日骤雨比较多。时嘅高铁一地两检方案中，心脏唔好，少少家务都系千斤重担；心脏唔好，一步台阶都系百步之遥；心脏唔好，一分一秒都生死相关。心脏唔好，用好药，冠心病专利药益安宁丸。益安宁丸传承百年养心大方，冬虫夏草、海马、西红花、绿用上调。受中药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专利国药鹏业真方已经正式确定下月初价格大幅上调。以上是广告时间，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保心天，养慧天，提升很好，福寿无边。鹏业真方用您生命补肾合剂，国家专利药品，遵循国医脾肾烹调制定根的理念，直达病灶，能够准确高效地治愈各类中老年慢性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性疾病。鹏业真方国家专利号 ZL2013-1016-2888.4。本栏目郑重提醒大家，请大家在选择健康产品时，一定要认准专利国药，别乱用保健品，以免走弯路白花钱。那如果您也想了解治疗脾肾的专利国药鹏业真方，或者想请李老师亲自为您看病，都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7788-170，400-7788-170。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是来共同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尊敬的李老师，你好。你好。哎呀，谢谢你，推广的这个药啊这么好。我感谢你。你这医术高超，真的，你说，这个药特别好使的。完了，用上了就见效。用上了见效。就是真是医术高超。那医德高尚，就是你关爱这个有病的人呐，慢性病的这些老年人。你说。真的向你感恩，向你赞美呀。我不关心大家，谁关心大家呀？就说是我这个说我用这个药的，完了我才用了一个半月，完了我也是多年的那个糖尿病啊，就是20多年了，我是93年得的，忽高忽低，前10多年还不
就是四十多年这就不行了。嗯、哎呀，就是也有时候啊，还低着呢。你说不放高，还有时候还低。对、啊。虽然这么多年呢，你说打胰岛素也不行，因为我花了很多的钱。对、嗯。跟你讲，这个药这么好使，完了那个脾肾都从小对，完我就用上了，嗯、用上了真见效了。我这糖尿病吧，就是总是那高高不低，这连像我突然的都是五百人多，然后感觉到这个药是还是。还是往前降了，那都是十多个。啊，原来血糖空腹血糖都十多个，这个血糖现在正常了，袁同志。防止这疾病看不之后的朋友，很多人其实用传统方法是血压血糖降不来吗？不是。7月29号星期六，农历闰六月初七，北京多云转晴，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90周年文艺晚会在党的旗帜下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观看。中央军委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锦旗。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进衔的军官表示祝贺。习近平签署命令，授予陆军某部装甲步兵三连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模范连荣誉称号。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两个单位十名个人记功。习近平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引起强烈反响。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今年以来，我国财政预算执行良好，地方政府债务将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以下是详细内容：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文艺晚会在党的旗帜下。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3000多名各界群众一起观看演出。央广记者刘慧敏报道。19时55分，习近平的领导同志步入大礼堂，与老战士、老同志代表和八一勋章获得者亲切握手，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日本就话导弹飞行咗45分钟之后，坠落日本专属经济海域，提出强烈抗议。铿锵有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拉开晚会序幕，唱响不变的军魂，强军的梦想。90年峥嵘岁月，90年砥砺前行。晚会通过4个篇章，讲述了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指引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请你合唱国际歌，揭开了第一篇章，绿魂，红色军队奠基。领唱、合唱与情景表演《八一起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再现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血雨腥风中坚强站起，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第二篇章《浴血》，背负民族希望中，地道战、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将人们带回到烽火硝烟的年代。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淬炼，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光辉业绩。北韩有能力随时随地发射导弹，以及金正恩政权重回军事。
第三篇章奉献铸就钢铁长城中上丹岭我的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等脍炙人口的歌曲，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军民团结众志成城的精神风貌。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公布消息，赞扬海莉是伟大的美国人同领袖。第四篇章强军迈向伟大复兴中，我们从古田再出发，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复兴的召唤等表演声情并茂，昂扬向上，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的坚实步伐。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参加表演的合唱《强军战歌》将晚会推向最高潮，昭示出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坚定决心。展开晚会气势恢宏，生动展现了人民军队在革命洪流中诞生，一路披荆斩棘，一路浴血荣光的历史功勋，热情讴歌人民军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的旗帜引领下续写新的荣光的豪迈气概。央广消息，中央军委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昨天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奖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中央军委关于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的命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主持仪式。习近平为麦贤德、马伟民、李中华、王中新、秦海恒、陈开甲、韦昌进、王干、冷鹏飞、叶春荣等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配挂勋章颁发证书，同他们亲切握手合影留念。随后习近平向获得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模范连荣誉称号的陆军某部装甲步兵三连颁授锦旗。新设立的八一勋章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央广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颁发命令状，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主持进衔仪式。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陆军政治委员刘梅、空军政治委员于忠福、火箭军政治委员王家胜、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高清。央广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麦贤德、海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马伟民、空军指挥学院原训练部副部长李中华、96722部队71分队班长王中新、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景海恒、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军职常任委员陈开甲、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政治委员韦昌进、武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某支队支队长王刚、原81032部队副军职调研员冷鹏飞、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支队长应春荣等同志八一勋章。命令强调，荣获八一勋章的同志是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现役部队的杰出代表。
麦贤德同志是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钢铁战士，马伟明同志是心系强军、锐意创新的科研先锋，李中华同志是挑战极限、永争第一的是非英雄，王中新同志是建功基层、爱党敬业的优秀士官，景海鹏同志是矢志报国、逐梦太空的英雄航天员，常开甲同志是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两弹一星元勋，韦昌进同志是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战斗英雄，王刚同志是赴汤蹈火、冲锋陷阵的反恐英雄，冷鹏飞同志是冲锋在前、英勇果敢的战斗英雄，叶春荣同志是独具虎胆、出生入死的缉毒英雄，他们都是推进强国强军伟业的时代楷模。命令要求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信义部队广大官兵，要向荣获八一勋章的同志学习，全军部队要以评选颁授八一勋章为推动和促进，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强化练兵备战、团结奋进扎实工作，为实现党在先行之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央广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授予陆军某部装甲步兵三连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模范连荣誉称号。命令指出，陆军某部装甲步兵三连是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英雄连队，战争年代四次荣立大功，被誉为大功三连，和平建设时期先后荣立一等功五次、二等功十八次，199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基层建设模范连荣誉称号。党的十八大以来，连队建设全面过硬、保持先进，先后圆满完成改制换装、实兵演习、抢险救灾、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等重大任务。陆军党委作出向该连学习决定，事迹经验在全军转发。2017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该连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命令要求全军部队和广大官兵要以陆军某部装甲步兵三连为榜样，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央广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两个单位实名个人记功，给在完成任务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记一等功，给在战斗力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的96743部队记二等功，给海军试飞大队大队长陈海林、解放军总医院内科临床部肾脏病科主任医师陈香美、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临床部骨科主任唐佩福、63839部队研究员叶永达记一等功，给解放军总医院医学保障部基础医学所所长研究员付小兵、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李松记二等功，给原理工大学国防工程学院教授王明阳、原第二军医大学心理与预防医学系某教研室教授戚中田、原装备学院航天指挥系教授贾新、原工程兵防护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任辉启记三等功。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来华出席第七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南非国家安全部长马洛博、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巴西总统府机构安全办公室主任埃切科研。习近平祝贺第七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成功举行，肯定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和为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所做的重要政治准备。
习近平指出，加强新砖国家合作不仅维护和拓展了五国的利益，也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进行了有意义探索。只要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砖精神，携手建设更紧密的新砖伙伴关系，就一定会迎来新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请听报道。全国妇联副主席谭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激励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行动集结号。我们各级妇联组织一定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在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全面宣传和贯彻落实，以崭新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表示，讲话深刻阐明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取得的治国理政的巨大成绩，进一步增强了四个自信。讲话可以说是为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主旨命题，它确实内涵非常丰富，意义非常深远。广大党员青年呢，大家都会积极深入的学习贯彻好总书记的重要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治理的攻坚战。国家审计署社会保障司副司长于林表示，审计机关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要切实关注影响经济社会运行的重大风险，严肃查处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揭露破坏资源环境的违法行为，积极推进各项重大政策的落实。中联部研究室刑事处副处长寇立言认为，讲话核心要义在于统一思想，对于凝聚全党意志、指明前进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做出了新的概括。我们可以期待这篇讲话所引导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会在十九大报告中有新的发展。国家发改委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丁小龙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十九大召开前再一次向广大党员干部发出的动员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真正的落到实处，努力的保证经济行稳健康运行。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粮油处处长丁斌表示，作为一名中央国家机关的党员干部，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党纪修养，注重工作创新，加速推进农业公民社结构性改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引进外资，有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双中高。一要在全国推行自贸试验区试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对外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实行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受理。二要对境外投资者将中国境内分配的利润投资于鼓励类项目，实行递延纳税，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推至全国。三要研究出台措施，取消或放开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些领域外商投资补比限制，允许以并购方式设立外资企业。四要扩大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管理权限，支持西部东北更好承接外资。五要简化外来人才来华工作许可，放宽外国人才签证。上述措施原则上要在九月底前落实。会议确定了进一步促进民间有效投资的措施，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梳理核查已报审的民间投资项目限时办结。
二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现代农业等重点项目，建立合理回报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三是优化民营企业授信管理，鼓励各地设立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等，支持中小微科技创新企业，加强社企经营性收费监管。四是各地要严格兑现合法合规的政策承诺。会议强调，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积极稳妥化解积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促进经济财政健康可持续、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举措。要落实责任，继续整改违法担保等不规范行为，坚决遏制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会议对有关工作做了部署，要求支持地方政府合法合规举债融资，加大对脱贫攻坚和相关基础设施等的支持。会议指出，按照国务院部署，财政部已于六月底按时公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清单，实现合法合规收费一张网。本届政府以来，中央行政事业性收费由185项减至51项，地方减至每省平均14项，政府性基金由30项减到21项。下一步要以一张网为标杆，强化收费监督，推动地方清费，健全投诉处理机制，让企业更多受益。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表示，今年以来，我国财政预算执行良好，地方政府债务将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央广记者张元浩报道。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4306亿元，同比增长9.8%，比去年同期提高2.7%，比去年全年提高5.3%。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表示，这是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综合反应。经济结构优化，工业生产加力，服务业景气提升，企业盈利状况改善，进出口较快增长等，都为财政收入的增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啊 ，PPI 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增长也为财政增收提供了基础。全国财政收入增长的态势良好，财政增收的结构呈积极的变化。根据了解，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3483亿元，为年初预算的53.1%，同比增长15.8%。其中，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节能环保等各项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针对各方关注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刘伟表示，财政部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精神，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监督的闭环制度体系。我国大力推进并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基本完成集体林地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央广记者彭宪军报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现场会。期间，全国各地林业系统的与会代表在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永平镇党峰岭半亩山林合作经营基地调研学习。2008年，永平镇党峰岭地块的山林遭受百年不遇的冰灾侵袭，损毁严重，亟待重新造林。武平县鼓励林农以林地路搞林业合作社，变林散育林为规模经营。规模经营后，经济效益增长了40%以上。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破解了林改新困局，从明晰产权、林地流转、林权抵押贷款到生命保险等，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集体林业发展活力逐步显现。福建省林业厅林改处处长许文辉说，福建15年林改探索取得了显著效果，森林覆盖率从原来的60.5%提高到65.95%，长期为全国全面。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表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效明显，但还面临着如何科学经营、增强活力、提升效应等问题，下一步要从各方面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第一，搭建集体林业的刹车方式，稳定现有林地，承包关系，保持它的质量。第二，培育新兴林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家庭林场，稳定各个林场。第三，推出社会可以随机动工的项目单位，有29000个。第五，优化林业管理，建立关爱组织中的善心会。
涉嫌特大传销案，依法对深圳市善心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天明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罪问题进行查处。央广记者潘毅报道。所谓互帮互助是善心会拉拢会员发展下线的惯常说辞，而大有法律的模式引诱大量人员纷纷入局。善心会重扶护身大系统平台，以所谓布施和推荐他人加入获得回报为用，要求参与人支付费用获取会员资格，再以拉人头的方式引诱人员加入和投入资金。目前善心会注册会员已经达到500多万元，层级高达75层，涉案金额数100亿元。专案组民警告诉记者，也就是说这样的资金盘是必然会崩盘的，一旦是崩盘，这个市场就是将会承担的这资金缺口已经是巨额数字。警方调查发现，截至6月1号，会员资金缺口达92亿多元，涉及会员达230万余名，而大量资金已流入善心会公司以及张天明本人的腰包，初步核查10多亿元。目前，张天明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善心会的组织者、广东深圳市善心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天明坦言，善心会就是一个传销。领展宣布就资产组合进行策略评估，由此领展可能考虑出售超过20个商场，估计市值超过150亿。当然，政府盲目相信小政府大市场原则，将房委会嘅商场同停车场私有化种下恶果，成为民生问题三座大山之一。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总房。新闻动车组，教育部将提高我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世界最大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年底有望在上海开港试运营，改造后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及南昌起义旧址重新对公众开放。请听报道。截至去年底，我国视力、听力、智力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0%以上，全国特殊教育在校生规模49.2万人。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到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将达到95%以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同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要通过随班就读、几班参加班等多种方式，扩大招收残疾学生的这种规模。特教高中虽然不符合地市，但特殊教育学校要办高中部，在整个教育流程普及特殊教育专业知识，对不能到校就读的、需要专人护理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进行送教授和养人教育。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正在建设当中的世界最大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项目，总用地面积达到223平方公里，今年年底正式交付后，将会拥有2350米的岸线，一次性建成7个泊位。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飞表示，今年开港后将投产每年400万标准箱的自动能力，后期呢还会继续扩大规模，到时候可能会达到每年630万标准箱的这个自动能力，届时上海港的年出能量将突破每年4000万标准箱的能力，这个数字是全美国所有港口加起来的总量，也是目前全线港口吞吐量的10分之1，非常可观。央广记者郭淼，上海报道。经过整体改造提升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及五处南昌起义旧址昨天重新对公众开放，改造工程尽力恢复历史原貌，全面反映八一起义的历史。新开放的场馆都是以复原陈列为主，新增了多个展览或陈列，各具特色又相互呼应。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群工科副科长朱小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它的这个展览的主线呢，就是全面展现了南昌起义的宝贵历史。新的展览充分吸纳了全国最新最权威的有关八一起义的研究成果，各个场馆还增加了高科技的展示设备，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南昌起义。央广记者李敬晨南昌报道。中宣部昨天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专题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宝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迅速兴起，迎接党的十九大宣传热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文化部关于文化建设居民融合发展合作协议昨天在京签署。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娜莎将于今天在台湾省南部沿海登陆，明天下午到夜间在福建中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提示相关海域航行作业船舶及时回港避难。美国国防部28号称，美方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10:41左右探测到朝鲜进行了最新一次导弹试射。美军评估后认为，朝鲜当天试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参议院28号否决了共和党最新一版废除奥巴马医改的议案，标志着共和党废除该法案的努力暂告失败。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郑涵，主播于芳、钟长。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继续为您转播省台7点新闻，敬请收听。凡事都要清楚，唔好似有人误解自己嘅原则。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到时。北京时间7点，社会是俾到佢哋公平嘅机会，为下一代。中国电台综合广播。